三种跳法，第一种做没有切分节奏、没有造型的正常节奏滑动步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and 2 and 3 and 4 1。第二种，我们来做一下有节奏切分的 4 1 and 2， 这个时候把我们的重量尽可能向后放 2 3 延长4拍，快速到位 4 1 做延长 1， 然后左脚上，右手跟，这是 and 2 3 向斜前方上 1。 第三种，我们来做一下有女生造型的动作 4 1 2 and 3 and 控制。 不要快速到位 1， 然后走 in 2 3 4 1延开 2 and 3 and 4 1。